好，它也可以，这在我们理化这叫动能变光能，动能变生能，哎、嗯欸，然后我再加个电磁核的原因是因为电能变动能，就电磁学电就电能动能这些东西这样慢慢转换这样子，哎、欸。啊、但是我们今天就做的部分就只有这里跟这里 就没有这两个。好，啊、你第一个就是要把这个装起来，装起来，装起来，这样就好了。嗯、就这样。好，这是发电机。然后呢，最后一个，反正就后。